湾人真厉害，做胖西张眼毒，参加到韩国举办的2018国际餐饮大赛，第13个国家六项比赛中，摕到四金两铜，创下着大会纪录。其中关若霞甲翟新杰做甲是干阿真呢，和其他参赛者甲评审拢真好乐。即阵徛着赤兔马关公，手还阁提着关刀，看起来活灵灵的艺术作品，其实全部拢是赢家面包。而创作者就是这位只有38岁面包师傅张燕瑜，凭着一身的技艺，之前参加韩国举办的2018国际餐饮比赛，在13个国家六项比赛中提着四金二铜，创下大会纪录。做关公最困难的地方呢，通常就是他本身关公的面容的表情，还有眼神，还有他赤兔马的脸的表情。不止艺术面包，第二点艺术类，伊也采用捏泥人手法，用7天时间才将翟新杰关公完成。尤其制作金元宝，至少做了200下，真侪配合也失败几啊摆，必须配合当地天气湿度、掌握海时间的温度，才能塑形成功。左边袖口跟右边袖口的部分，就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了，因为毕竟你做薄的面团，研压到细致之。之后，你经由烤箱烤焙150度、150度去烤个30分钟，它的袖长会直接掉下去。因为爸爸也是面包师傅，伊为13岁就开始接触，加上高中读的是广告设计，也成为日后行技术面包的助力。即卖伊直接投入教育工作，到餐饮学校教书，希望培养出更加侪台湾职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